阿兰惹的亲生父母还真是狠心，居然能将自己的亲生女儿生生关进这种地方。但这样也好，我就不用想着办法去躲清殿了。等再见到长帝那个死丫头，看我怎么收拾她！ 出来，走。这么快就放我出去了？西泽大人在吗？进来。西泽大人。 夫君今日特请了这里很有名的戏班来行宫唱戏，长帝特地告知大人一声，不知大人能否与长帝一同前往？知道了。嗯。还有什么事吗？嗯，没有了。知道了。我稍后就去。 西泽大人来的正是时候啊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今日西泽有一事相求。西泽大人，莫不是为了阿兰惹之事？正是。区区石龙思过而已，这只是小小的惩罚嘛啊！我们王族应有的规矩，西泽大人。 阿兰惹的父母同这个女儿有什么仇啊？下狠心把女儿关进这种地方？姐姐在这九曲笼中过得可还舒服？姐姐不是向来伶牙俐齿吗？今日怎么装起文静了？难不成是疼的说不出话了？姐姐，你放任那条蠢蛇捉弄我，当日你失忌时就不曾想过，妹妹向来不是个忍气吞声的闷嘴葫芦，迟早会加倍奉还的吗？ 夫君盼姐姐石龙中收收性子，静静心，可妹妹觉得这普通的石龙怕是收不到成效，所以特地吩咐下去给姐姐换了这个九曲笼。不知姐姐过得可还舒坦？长帝，你我是同胞姐妹，你为何要这样？真可笑！我叫你一声姐姐，你便以为自己真是姐姐了。夫君带你来了一趟关城宫，你就忘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不要逼人太甚。 阿兰惹，你是不是做梦都想和我一样啊？只可惜你怎么可能和我一样呢？我是父君母后最宠爱的小女儿，可你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多余的。就算我一刀把你给杀了，父君不过罚我个禁闭罢了。走水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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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，这可太巧了，这可不能怪我。老天都可怜你这样活着没意思，抑郁早早超度你，快救我！啊！爹，爹，快点！什么？
下个跟头都受不住了，这点出息还敢絮絮叨叨，说够了赶紧给我滚！你，快走！三公主人呢？没看到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找啊！务必保证她的安全。是是，快快快！快快，老弟！夫君，殿下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小白，我不会让你再受伤的。大人，大人，金楼快塌了，您不能进去。大人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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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。殿下，殿下，你醒了，有没有伤着哪里啊？没有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关两天就能出来吗？感觉如何？有哪里不舒服的？来，慢着点，慢着。我觉得嘴里苦苦的。方才是沈夜给了我止痛伤药吧？沈夜。是沈夜救的你。嗯。
查查，你先给殿下备一壶热茶。好，查查这就去。这是哪里啊？这里就是小寒居，离行宫偏远。可怜你刚到行宫，连一晚都还没住上，就遭遇这么大的灾难。偏远有偏远的好处，这行宫那么大的火，小寒居倒是安然无事。安澜者一直都未有圣宠过，如此一来，他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吧。对了，莫少，你早就晓得今日行宫会大火，阿兰惹会困在火中吗？嗯，今日有火我知道，但当日火起之时，阿兰惹一直在小寒居中寸步未出，所以我也未留意火势是否蔓延到了地牢中。都怪那长帝实在太过可恶了，他把我关在九曲笼当中，火势蔓延，我又无依无靠，若不是沈夜的话，我可能早就没命了。九曲笼。嗯，其实阿兰惹从不曾惹出什么样的祸事，被关进过地牢中，你同他不一样，所以你们遭遇之事自然也不会一样。简无论如何我也无法复刻阿兰惹的人生，你又该如何晓得他的死因啊？